位俾王菲行嘅，咁王菲咧提名咗五届之后咧，今年咧就攞咗呢个最佳女演唱人嘅殊荣啊！星光大道上啊，所有韩星啊、日本嘅明星出现咧，全部都会尖叫啊！但系喺新闻中心嘅记者咧更加开心啊，因为当阿菲得奖嘅时候咧，全部系欢呼同埋鼓掌啊！两个字，女演唱人就是王菲。我会唱歌，这个我知道。这是入围的歌手，你不要看好哪一位。我看好我自己啊。哎呀，因为你得奖的时候，我们东京媒体记者小姐先生们都给你掌声鼓励，谢谢真的对，证明大家都跟我的看法一致。第一次参加金曲奖，觉得好玩吗？有趣吗？我觉得节目时间有点长。啊，是吗？第十五届台湾金曲奖颁奖典礼就曲终人散啦！王菲所属嘅唱片公司可谓系大赢家，咁高兴当然要庆祝一下啦！最佳男演唱人伍思凯，最佳女演唱人王菲，喺咁高兴嘅时刻，各人情绪非常高涨，开支香槟庆祝啊，梗系例行公事啦！但系开香槟周围喷，就吓到王菲即刻弹开，千祈咪整污糟佢件靓衫啊嘛！在整晚獲得大獎的王菲就似乎相當平靜了，咁高興的時刻她竟然說不會不醉無歸，噃應該不會吧，一滴就醉，我想我要好好的看着王菲跟他們三個，你又不想看我盡量他們只要誰要敬他們酒的時候我可以盡幫盯着，別讓他喝醉了，那明天還要搭飛機嘛，對不對？但是我飛機上可以睡飛機上可以睡。今届台湾金曲奖的歌后王菲小姐在我身边啊，恭喜晒，恭喜晒！心情如何先？心情而家轻松啲，唔系头先都唔系，而家就做完啦，所以就仲放松啲咯。嗯，即系刚才都有冇紧张？其实我唔紧张啊，一啲都。但系头先因为个节目好长啊，实在差唔多四个钟。系啊，所以有啲顶唔住。其实我想问一下，点解即大家系有分角逐都会紧张，但系点解你心情可以放得松嘅咧？因为攞其实对我嚟讲系即唔系一件好重要嘅事，所以我咪可以轻松啲咯。咁咩对你重要啲？你觉得咩对我重要啲啊？即系音乐上。我最重要是個過程咯，即係我做嘢嗰陣時個過程，我其實已經係有咗好多樂趣，咁呢樣嘢係我覺得係其實最緊要嘅咯。咁其實《將愛》呢一隻碟算唔算係你做咁多唱片以嚟係最滿意一隻咧？唔算。呢隻最滿意啊？暫時嚟講浮躁咯，我自己好滿意啊，同埋。將我是比較平均啦，咁浮躁就嗰陣時個狀態同而家唔同，就 free 啲嘅，咁係咯，我覺得仲可以再好啲嘅。咁其實我都想問，其實睇到阿菲你真係好少去出席啲頒獎典禮，今次有咩風吹到你嚟台灣咧？特登？今次啊？我諗因為金曲獎以前都有提名。不過今次真係第一次嚟，我諗可能今次提名都幾多項咁樣，諗住嚟湊下熱鬧咁。嗱，其實而家就舉行緊呢個慶功宴啦，會唔會再有啲私下嘅慶功方法啊，或者係？好攰啊！我早啲翻去瞓啦。我聽日好似話聽日即係完咗頒獎禮即刻走啦嘛。即刻走啦。跟住會話做啲咩咁樣？跟住有啲演唱會啦，內地嘅演唱會啦。新加坡啦，走浮咁樣啦。咁好啦，唔該曬，飛，再一次恭喜你。Thank you。